昨天晚上这栋房子被雷劈了，你看这么烂，车打坏了。怪了怪了，10月17号的晚上7:45，下着个冰雹，车打烂了，那么大，像鸡蛋那么大一个，看看，什么年称啊！我手机我也跑落了，把我手机都打到起啊，录视频都看不清楚啊，年称出了。下着好大的冰雹，我第一次见从小到大。4月16日，深圳罗岭社区家长在罗湖区政府前抗议学区划分未按就近原则分配，期间多名家长被捕。政府，
4月13日，四川眉山，黄峰这一名86岁的老人被当地政府以配合工作为由支走，但等老人回来时，却发现自家房屋已被强拆。窗户都没了，估计都崩下来了，崩到这边来了，这都给砸了。妈，好吓人的，光在屋里咣当一声，吓死人了，就报警了吗？看见了，我不行，我得快点走，这会儿他坐车走，这会儿不让从这走了，一会儿崩的，快走，快跑，不让那块走，这玩意儿一会儿封死了，还是一会儿还怕还是那啥爆炸，看见吗？好吓人的，啊，还是。这是崩的事儿，是不是？在哪儿崩的？不让从这走，让那崩的，闲事。哎呀妈！哎呀，失火了！119。都没有开盘了吧？这里就烧火了。哎呀！社保局后面这个新楼还没建好就大火嘞。烟底要摆上来了。别了，有灰。行了，哎呦，哎呦，哇，哈哈哈哈哈哈！这他妈什么？我的天，这个玩意儿泥巴简直是无敌啊！这个，他那个头放在那些墙上的，当然不是高的，这是我扔的，不是，这么大个的，谁？糟了。糟了，比亚迪燃了。你东西拿完了没有？车里面。红桃拐道不？红拐道。过不到。啊？过不到，不好过。你这晒着没有了吗？不是，你这晒着没有了吗？不是，啊？
你这领导的啥话要用黄领导不是你好了走走走走领导没有我领导没有大法好好你安全去去上去上去你都过来上去都过来站住站住我去我看我反着法了我去哎呀你是你有病你咋到这里你不带劲身体我有病咋着啊有病身体不好有病有病有病谁要走你身体不好你知道吃啥你要吧，你要吧，你都别吵了，你出去。你身体，你。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